乜你信耶稣，你信天主教啊？屌你老母！喂，你网友同我讲啊，呢啲咁嘅冚家产又一铺落喺我手上面，信耶稣嘅就系冚家产，系啊，我信耶稣嘅就杀杀杀，边有咁多冚家产嘅信耶稣噶？屌你老母！我识啲教徒个个 one night stand， 屌你冇堕胎，嗰啲唔紧要。但系屌你老母，你哋所讲嘅细制药扶倾，屌你啦，帮助弱小，守护公义，去捻到边捻度？屌你老母，你信耶稣，你仲信乜捻嘢啊？翻乜閪教会啊？稍为有啲教会似样啲嘅，反而系俾你嗰啲主流教会啊！屌你去抹黑，去排挤，信你老母閪咩？耶稣就系魔教，屌你老母！信耶稣嘅就死全家，屌你老母！边有咁卵閪嘅？每一日都有呢啲嘢嘅，屌你老母！但系系冇教会出嚟屌卵翻呢啲教会喎。系啊，最多啲教会极其卵啲教会走出嚟做正确嘅事，做正确嘅事啫。但系系 never 屌人哋啲教会噶。持剑卫道，如果耶稣喺度搞捻掂佢，你老母閪啦！你班捻，你哋自己作为教徒，系咪可以屌柒佢哋啊？哦，有门徒媒体啦，系啊，所以俾翻个手指门徒媒体，你放捻心。今日我同关二哥屌你作福，屌你老母，你全部信耶稣嘅死全家，除咗门徒媒体以外，屌你老母臭閪！